给你，小姐，感谢大家来听这个课程。这个课程是在讲什么？讲这个正确的台湾历史。啊，我伫大学唔是学历史的，但是那写台湾历史的书，那为荷兰时代写一本，定是学王朝写一本，满清据台213一本，日本占台湾阁写一本，啊，到尾手2004年阁写一本落来，啊，那写遮多。啊，即个资料为倒来，哦，啊，我那要去写，哦，有一年，大概1998年左右，哦，哎，我看到报纸讲吴凤迄个代志是假的，对无？恁大家知影嘛？吼，哎，啊，我伊读国民学校的时候，吴凤迄是伟人呢，啊，唔着我头壳藏一个粪扫。啊！我头壳藏粪扫，我真无感官。这个政府来摕粪扫啊，藏在我的头壳，所以我要去追求正确的台湾历史。由这个原因，我为荷兰时代开始啊，我有时间，我就为荷兰时代开始啊，逐日去泡图书馆啊，我资料拢是为这个国家图书馆。哦，在这个臭头庙对面遐，啊去啊去，安怎摕资料？我一个题目，吼、哦，写一个题目，啊，电脑拍落去，这图书馆有关这个部分的只有几本，就那讲有30本。啊，我去图书馆，一边敢那也是借5本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安尼好，吼、哦，借5本。啊，借五本借出来，重要的代志，我要知的代志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作者若正确的吼、哦，我全来 copy， 哦，啊 ，copy 为早起 copy 到暗时吼，安、哦、尼5本下伊，啊，佫借五本下伊，佫借5本吼、哦，啊，伫 copy， 差不多安尼做差不多10多点钟久，啊，差不多印差不多200-300份，吼、哦，200-300页。啊，摕返去厝诶，落去读，啊，读偌久，差不多读爱一个月，了了来看，啊，煞，共款即个题目，过去来找，啊，才会用找到较正确诶台湾历史，哦，即款诶做法来研究台湾历史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即摆吼，我研究诶结果吼，写差不多100万字，台湾历史写700万字。我感觉我来卖书吼无妥当，我用个网络哦，免钱甲100万字拢囥喺内底，互恁看拢免钱。啊，目前台湾人的台湾史，吼、哦，恁若拍台湾人的台湾史，吼、哦，你都能看到我的网站。即马目前差不多59万人入去看。啊，就是有影响力啦，哦，啊，过去影响力也较大，哦，啊，即马是因为即个我过去哦，若拍我的名哦，郭宏斌3字落去哦，有3万笔的资料，啊，买就 Google， 甲中国毋知安怎签约哦，嘿、欸，我存5000笔，即马就你若拍我的名，就去存5000笔资料。啊、所以我这些资料得到的、哦、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写的，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写的。这头一个图给您看，这张图是什么意思？这是1683年，就是郑成功这个团体输去，西戎入来占台湾，占到浙江，伊甲即个国土，伊个国土是安尼啦，尔，剩个拢叫做后山。
这个后山这个名厨到今天也还有第一名的吼、哦、这是1680年啊，西龙占这块土地之后，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哦，有18000家，伊甲7500家第一个加落地下落去，家己包。哦，这就是中国贪官标准的作业啦，吼、哦。啊啊，所以啊，过几年，这到啊1810年的时候，佫加一个卡马兰，格马兰，卡马兰。这个那给这个所在出来，这宜兰这个所在吼叫做卡马兰，啊，这个给这个所在吼是这个五山去开垦，有计划派人入去开垦，啊，开垦就这个这块土地，啊，他对完整政府申请，我开垦这个土地，请把这个国土纳入大清的版图，爱把这块土地纳入大清的版图，你都要完全看看安怎处理咩？爱考虑两年的时间，勉强好了。啊，哪会安尼？因为完全的官员在台湾是贪污啦，啊，伊安怎贪污呢？你即马你去开垦一块土地在屏东好。你得开垦，你开垦好势了，伊家讲，迄块地的主人唔是你，是阮小弟，啊，你都爱家立足地租，拢安尼啦。啊，你即卖你即、這个，卡马兰即个所在已经开垦好势啊，名册拢做好啊，袂贪污的咧，所以爱考虑两年啦，到个1812年。高不离三将，大家宜兰这个所在挂一个万清的版图啦，你看嘛，这都是万清的代志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一个人看到这个代志的遗迹，我要跟你讲，在台北有一个叫九白啊，哦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古亭，哦，什么意思？九白就是讲甲原住民。一盖山，放一个石牌，哦，这来对，啊，这个古亭就是讲，哦，原住民要出草，哎，拍过古亭，哦，啊，迄拢毋是满清的土地，所以满清甲台湾挂予日本的时阵吼，即挂所在拢叫做后山啦，这宜兰、花莲、台东拢叫做后山。啊，最近嘛是，也搁大家讲叫做后山，吼、哦，即对即个后山的理由就是伫遮，无甲即个所在看做伊家己的本土地。啊，美国人知影这样代志，所以伊准备吼、哦，美国要来买台湾，哦，美国准备要甲台湾买起。啊，要买的时阵，这个美国也嘛发生几啊项代志，第一。1860年，哦，因美国有南北战争，家己内底抬到未拄好，哦，啊，1899年，本来也要买，伊过去买到阿拉斯加，哦，啊，伊甲美墨战争，美国甲墨西哥战争，啊，甲西班牙退去，啊，好了，台湾买底下啦，无，嘛台湾嘛是变做美国的一部分，哦，这就是。阴错阳差哦，这地图给大家看一下。即马讲，咱台湾人有一种习惯叫做捡骨。哦，捡骨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人台死啊，台个涂骹，啊过几啊年了后就去捡骨。安尼有道理无？全世界无人有个呢，干那台湾有嘞。安尼对无？唔对啦。人吼、哦、死去入土为安呐、啊。哦，啊你搁去甲交叉一遍，啊都阮阿公伫捡骨的时阵，我是初中的囡仔，啊都看阮阿叔伫遐主持，哦啊叫人骨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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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一个无真大门，啊捡来捡去，啊都讲安尼好啊，好好好，耶，
啊，我就讲，遐个一支骨头，啊，阮叔啊讲，啊，都有头、有脚、有手啊，安尼好啊。哦，啊，是这个囝实在是不好啊，是老爸骨头安尼个来泡一支啊，俩，无意思嘛。所以这扣骨这个不是好例啦。啊，那有扣骨这个代志吼，咱来来个讲，这是因为郑成功第一件事。台台南哦，酒阿伯哦，你家有食？是的啊。第台盐州村酒阿伯鼎寮，这大概在多位啊？即卖永康一些的所在了吼。啊，已经死去啊，台边啊。啊！因两个死了后，洪门天地会，甲郑成功叫做武宗，哦，就是啊，郑经叫文王。这讲到洪门天地会，这是敢那外省外省的八卦。我讲吼，错误，这是为台湾发生的。洪门天地会是台湾第一位台南郑成功的时阵去创这个规矩，哦，创这个规矩，稍等咱来讲，哦，完成入台湾吼，一马上甲郑成功爸仔囝的这个遗物哦，什么拢甲献杀啦，甲烧献杀啦，哪会堪的？你还佫一个无，还佫一支骨头囥在遮。所以美其名讲吼，甲郑成功的墓骨起，讲要改葬，要改葬去倒，去泉州，伊泉州人嘛，哦，改葬去泉州，安尼叫做尽孝。这个伊泉州人啊，佮骨头佮写去泉州，安尼叫做尽孝。哎呀，台湾人看我，哎呀呢，哦，这大官拢无拢学，啊，当时呢。一个一百多门明朝的墓，明朝大神的墓吼，对郑成功已经来台湾的这块明朝的大官的墓，啊，大门拢去学，哎，安尼奇怪，哪得学？哎，啊学，拢讲要去抬去中国，啊，其实呢，根本就给你献上，骗台湾人，所以咱莫过去哄骗去，这个扣骨这个项代志是唔对的。这就是迄个统治者挑工，要互你有错误的观念，想讲安尼叫做尽孝，其实哦，你大大不孝，哦，甲恁老爸、甲恁阿公阁差一遍，哦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满清就是要安尼做，哦，挑工，哦，啊。其实吼，上重要的意思是在破坏风水，因为汉民族真相信风水，吼，啊，它叫做扣骨，这是在愚民呐，在家里和你做工百姓啦。啊，郑成功死了后，这个郑成功，满清的兵就来，就不使去郑成功的庙里，哦，但是有一个庙叫做李王。庙哦，这就是哦，什么叫做李王庙？就是在纪念郑成功、郑经哦，这书下纪念这台湾民族英雄哦。啊，我有这张图哦，就在台南有一间李王庙哦。啊，不，李王是都李王，一般讲，哎呀，一个名词嘛，真奇怪，大天父，天。嗰度爱人大概大，无道理咧，就是大天父，就是讲，是其实伊是要来纪念郑成功，啊，但是袂使讲郑成功，讲大天父。啊，这项代志一直到个日本时代，哦，才开放，因为郑成功有一半的血统是日本人，因老母是日本人。田川哈，达卡瓦哦，
田川，因老母是日本人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在讲台湾话，吼，哦，因为我即马在讲吼，就是插来插去，插来插去，安尼吼，好大家吼，较短时间有较侪资料啦，吼，哦。咱台湾话由来，咱台湾话是讲做葫芦话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台湾话由来吼，哦，葫芦话吼。哦分布在即个中国的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岛、广西七省，但是这七省不是拢总在讲葫芦话，是有部分的人在讲。啊，哪会变作这情形呢？因为葫芦话本来是在黄河洛水，就是在黄河的这洛阳。中原的地带的用的话，所以这个，咱讲这葫芦话吼，这是上原始的汉字的创作者，商朝都有这个话，哦，啊，商人制作了这个汉字，哦，其实是为甲骨文，甲骨文渐渐演变起来汉字，哦，啊，汉字。但是这个商人吼，商人建书啦吼，甲周朝建书，所以伊的人吼移民来长江以南的所在。啊，都讲这几省：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岛、广西吼，这几省拢是在这个长江以南。以前吼，那看到长江吼。以南的所在，迄是海外地区啦，迄海外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来这个所在吼，啊，这个商人吼，对伊家己的文化真正，迄个骄傲，伊无要甲你去当地话拦掉，所以家己在讲家己的话，啊，啊，变作一个方言岛，哦，所以就讲。你咱知影迄个伫中国个浙江个舟山群岛撤退，伊拢嘛讲葫芦话，哦，啊海南岛嘛一寡个伫讲葫芦话，啊广东潮州嘛是伫讲葫芦话，去到新加坡嘛是讲葫芦话，啊伊你讲啥物话？伊讲阮讲潮州话，啊潮州话就是葫芦系统个话，所以咱台湾话有话都有字，欸人讲有话无字的啊，你来讲有话都有字。咱在电脑内底用的字三五千字都有够啊，哦，但是电脑准备一万字给你，哦，啊，其实上重要的是在空虚字典内底有五万字，迄拢是葫芦音在发的。伊讲迄个。东西无波波摸摸，哦，我嘛无偷偷摸摸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哦，迄阵叫做唐韵，哦，唐韵就是讲葫芦话要安怎发音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有字啦，吼，哦，诶，若有必要，就请即个专家来讲一寡代志，吼，哦，所以咱即个讲诶话吼，哦，是真骄傲。咱即讲即葫芦话吼，你若要念即个东西，你一定爱用葫芦话念，用个葫芦话念才会押韵。哦，啊，若用个北京话啊念，袂押韵。哦，所以咱即个话不是毋是叫做迄个方言，应该是正统的话。啊，因为政治上咱失去力量。所以变作方言，啊，达哥互人矮化，矮，甲你矮化，讲出来，你即个话叫做闽南语，闽一个门内底一只虫，还是什么东西嘛？所以讲这是野蛮的嘛。啊，闽有一条溪吼，伫福建有一条溪叫做闽江，啊，闽江以南的话叫做闽南语，诶，错误。闽江以南的话，几哪种都无一种闽南语的，无嘛？啊，你家己矮化，哦，
所以以后人若讲在讲闽南语，讲无闽南语，葫芦话啊，不就台湾话，哦，安尼思想可能较正确的。这个台湾民族的形成，咱讲哦，咱是台湾人，讲是中国人，但是渐渐往其他的政府，这马街病院专门研究这个血统的一个叫林玛丽，啊，这个女查某医生，伊发现咱台湾人85%的血统是原住民台湾平埔族的血统，85%呢。所以咱即马 people on 台湾甲 people off 台湾哦，伫区别都是伫区别者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伊写一本书讲，咱老族无共款的血。哦，即2010年，一年外前才出版的。哦，台湾民族的形成吼，奈台湾民族奈形成。有关这个满清占台湾的时阵，一寡措施哦。第一，满清统治台湾哦，一惊来台湾的官员，满清政府占着台湾哦。康熙皇帝讲啥？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伊讲台湾哦，配他的大啦。啊，得到也无给我什么财富啊！啊，卖地嘛，准拄好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外地台湾。啊，西隆7500个土地囥在落地啊！伊那也是安尼，伊专甲康熙皇帝建议，讲拜托个，台湾吼乃沿海四省的屏障，讲你有一台湾吼，沿海浙江、江苏。福建、广东哦，即系性的屏障，而且皇帝知影，也无较早提台湾要创啥？阮满洲人都无到1%，就占着你汉人99%，我欢喜都欢喜死啊！你占着台湾要创啥？哦，啊，佮占台湾有啥物缺点呢？爱趁北方坐船来，爱趁南方才转去，啊，一年才一个来回，啊，那台湾。作乱哦，真害的。但是西隆真巧，伊建议第只，伊讲哦，袂使娶无仔囝，3年1任。满清政府派来台湾的官员哦，3年，干那会使做3年官，啊，都爱转去。所以台湾流行一句话讲。3年官，2年满，什么满？靠地啊满，对，真好，真正确。3年官，2年都靠地啊，这个满哦，啊，就等于，都不爱贪污嘛，哦，就是贪污的好地方。啊，这就是3年官无法度甲台湾，这日本来派来台湾，甲台湾结缘。头一点，第二点哦，不使娶某仔囝来，不准吸卷。不使娶某仔囝有一个好处，你若咱们台湾去甲作乱，甲反清哦，我抬恁囝，抬恁某，哦，啊，就个反清官员，干那来台湾，干那要贪污安尼啊，哦，啊，无个一个，敢去反清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吼、哦，这个一东西的规定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当时吼、哦，伊不然不爱看到三房看亲的代志个重演，吼、哦，所以准备就是袂使娶某囝来。所以台湾有流行一句话：一个某看呀三仙天公作，娶一个某吼、哦、不得了呢，哇好个呢，哦，看呀是你安尼摸三仙天公作来得摆。娶一个某看呀，三线天工作，这对当时台湾来讲吼，这查某
欠缺的。这个满清政府吼、哦，要打郑成功，所以有一个有人建议平海五策，哦，平海五个策略，就是在沿海30华里，就是差不多15公里的所在吼，袂使带人，袂使树啊拢来出左运上，哦，啊人迁去。离开这沿海，所以这个物件哦，中国历史无咧写，但是这个物件是造成哦，满清占着中国和汉人思想最一个事件哦，因为你沿海诶十五公里拢袂使大，沿海15公里，只要去到海岸嘛无。15公里咧，算伫山，哦，啊，拢袂使带人，啊，树啊拢错运煞，啊，你人要去倒？那么路边五四海了一大堆，哦，啊，破冰四五四一大堆，沿海30华里，哦，啊，一个所有的船只全部收起，寸板不许下海，甲所有的船哦收运煞。寸板，一寸板啊，你拢袂使落海。所以咱台湾人，伫一寡迄个在福建吼、广东的人要移民来台湾，因为伫中国生活实在有够困难。啊，要移民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因当怎移民？因都无大台船啊，都往个小台船，吼、一台船安尼过。所以经过乌水沟的时阵吼，吼、这乌水沟有讲吼，10起6死3楼1回头，10个经过乌水沟，6个死的乌水沟，哦，啊，到到台湾有4个，啊，大落去，还佫一个感觉无爽快，袂使，佫一回头，所以10个来，剩3个住在台湾，啊，所以这来的拢是查甫的嘛，无查某嘛。啊，无查某，所以即咱的先民即款的情形来，因为无大台船通甲你载，嘛无爱甲你载，所以坐小台船，哦，啊，小台船来台湾，所以台湾拢达波的，哦，啊，加在拄着平埔族，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查某是即家长。啊，甲这汉人甲你招，招你来做翁，哦，啊，招做翁，啊，你们都解决了这个达波查某婚姻的问题，所以这大量的混血都是安尼形成的，哦，咱甲平埔族的大量混血是安尼造成的啦，哦，啊，伊这个什么？平海五策来对吼，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，郑芝龙因为做汉奸去挖满清，满清政府头前对待伊算讲袂歹，但是后来这个人都无啥路用，做一工吼，太太死，吼、哦，到尾就做一工吼，甲再一靠，总台一工个台。通过真水旅游，哦，因兜的请的去个过，啊，真水旅游啊，就在靠做一工台印上、哦，这就是做汉奸啊，做代奸吼的下场，大部分甲这个拢离不开关系啦。你即马要做代奸吼，要挖中国吼、哦，中国敢会甲你注重？哦，当然嘛，甲你注重，但是到个你无路用的时阵吼。哦啊！你咧食硬币，甲你太太死！啊，中国兵啊，蒋介石的中国兵啊，投降共产党的有200多万人，250万的军队投降。哦，啊，投降中国，啊，中国安怎处理这个兵啊？对，甲你送去汉奸当炮灰，
哦，人是火海战术，你是人海战术。哎，我是一种细汉，我火海对人海，嚯、哦、哎呀，人唔来外用的哦，也是动枪支的款哦。大家那大家那动会掉，哦，啊，啊，唔多，你就是导航对方，啊，得去让人去做迄啰。做炮灰吼、哦，去罕见啊！安尼无死的，还够一万两千人，走来南边、南韩这边。啊，走来南韩这边，美国兵啊讲啊，无这个你，恁这拢，恁这中国系统的哦，给你送来台湾，送来台湾，蒋介石对伊啥款？会信任的未？未信任的嘛，所以安怎创嘛，袂使该台死的吼、哦，所以先古爱掐字。杀猪拔毛、哦、反共抗俄、哦啊、现在这些老兵、哦、这些恰字的、哦、去到中国方笑、哦、要涂掉也涂不掉、哦啊、这就是这种的、哦、还有平海五策里面还有、哦、周浑、哦、把你风水破坏、哦、破坏、哦、啊这个导航的官兵吼、哦，以往各省垦荒，哦，这个咱台湾兵吼、哦，郑成功的台湾兵吼、哦、有四万的人，啊，唔多，唔多郑成功这边输啊咧，这四万的兵吼、哦，全给杀去中国，美其名是垦荒，啊，经常用的，给你送去西伯利亚。去参加雅克萨战役，哦，去甲苏联战，哦，互你护死的啦，互你包死的，包死无啊！啊，结果咱战过建业，哦，雅克萨战役咱过建业，啊，建业，但是无人倒来，你建业要叫你死，你无死，你倒来我甲你抬死就好啊！啊、哦，这就是正确的。这个独裁者的那个行为啦，哦，要让你死啊，你不死呢？啊，你回来，难道我们怀疑你？怕让你死，哦。满洲人入关，满洲人是在长城以北，这长城是中国的。千年国界，那是有人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啊，你就该讲长城以北，唔是中国的土地，啊，你就对啊。哦，长城就是讲，甲你做一个城，这南边是汉人的，北边恁匈奴、野蛮人都是住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。关外满洲人在1599年，以封蒙古文、加藏文、加西藏文创作满文。1599年，他去创作文字，但是干了45年过，到个1644年，都蒙古部族300,000的军队占入中国。啊，就占着中国啊！中国这个奴隶民族统治汉民族268年，你还知满洲人哦？多多啊，才不止才45年那尼啊！哦，啊，就统治中国啊！因岛的，伊人口无够汉民族的1%，啊，无够汉民族的1%，啊，要大家官长拢是满洲人嘛？所以派满洲人。派到他们家的那种白痴都可以做鬼牛，所以你如果看电视剧、哦、这种故事、哦、常常有鬼牛都推在那边、哦、常常 都是这样鬼牛都推在那边、哦、而且汉民族怎么那么推，这种的情形还给人占268年，因为这个民族弱化、哦啊、你怎么弱化，怎么弱呢、啊、怎么做弱呢，做得很欢喜，还有小酒来做奴隶，这要说奴隶的时候就说到一种病，这叫做
斯德哥尔摩症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啦，哈，这是一种吼，临终加害者的现代劳累。斯德哥尔摩是第多，是第水电的首都斯德哥尔摩。1971年的时阵，有一个抢劫，这个抢劫嘛，第这个水电的首都一间银行去用刀包起来，一支银行来对抢劫，警察在外口给包起来，所以警察甲强盗吼，强盗压着这个这内底男女职员吼，安尼相视，小对象七天六天啦吼，尾手强盗输嘛吼，出来，出来就去斯德哥尔摩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就要经过法院的审判。在法院审判的时阵吼，阁有一个查某来讲吼，迄个强盗吼，偌好个呢，吼、对我真好啦，袂使该判刑啦，阁该强盗订婚啦。即个吼，这项代志吼，欧洲社会震惊，哪有一个人是临终加害者？伊甲你欺负，你阁该保护伊？你有力的时阵，你搁在保护伊，哪有这款人？所以无法度解说，所以发明一个新名词，这个名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症候群症了哈。斯德哥尔摩，比如讲斯德哥尔摩的病啦，台湾有这个病无？台湾这个病嘛，真严重嘞。吴伯雄因老因阿伯。去予李立伯，伊是法官，穿西装出门去予国民党个兵啊掠去，身躯绑个空空空，剩一领内裤，佫佮伊个 LP 个挂起来，摕咧吹，囥个南岗桥卡，等个南岗桥卡，吴伯雄因阿姆，伊只阿伯某叫做阿姆吼，去找到一个，个摩托转去。吴伯雄拜国民党好，好，这就得了这个病，斯德哥尔摩症。这款病也够有人，有一挂人哦，伊注意来看，就会发现到。这张是发生的，这嘛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症，这是哦发生在美国。旧金山，旧金山有一个赫斯特报系的大老板的孙女，这孙女吼，这查某囡仔19岁，去予强盗绑架。强盗甲因这乌林这阿公有钱嘛，卡有$1,000,000。1972年左右，1972、73，$1,000,000。让对方 OK 100万美金退出来，结果因孙女无放出来了，讲要你400万，好嘛，400万我给你400万，但是讲条件讲来讲去讲袂好，全因孙女也无放出来，钱也无够好伊，但是伫旧金山哦，有一个银行有一个抢劫，抢劫有一个小姐，对，这个小姐摕 AK-47 的步枪。去抢劫，这个就是赫斯特报系的孙女，这孙女现在也变成强盗之一，跟强盗走到底的啦。这款的思想，我们来知道，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，这破到这个破病这里，这买手给用抓去关10多年吼，放出来。即马过来讲一个打败仗的战胜国，是倒一个？中国啦，中华民国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，伊拢做用战胜国的名来，其实是打败仗，伊倒位在
战争打赢啦，倒位拢打输，沿海各省拢输啊无半死，连一台船都没有。要来台湾迄船哦，是美国船呢，来载来呢，伊无船嘛，哦，打败仗的战胜国，这就是中国。啊、所以你即摆就知影讲，啊，中国你是打败仗战胜国，哦，都甲气焰甲压下去，无伊讲伊是战胜国，哦，啊，咱是战败国，无定答啦，吼、哦，咱战败国，啊，伊是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哦，蒋介石的黄金谎言，蒋介石哦讲，伊送偌济黄金，哦，文出来。阿姐，伊迄个时阵是选在上海的时阵哦，那有遐侪黄金呢？第一，1947年，咱唔到228，哦，啊，1949年的以前吼、哦，咱台湾吼、哦，即、這个诶货币，咱台湾钱吼，即、這个单于讲，嗯，恁得用即日币不使，你爱用台币。所以哦，派人去 New York， 会去印台币出来，啊，飞人去坐来台湾，哦，啊，发行迄天发行250万美金，啊，250万新台币啦，哦，啊，换一对一换日币，吼、哦，250万的现金块钞。提来啊，换这个台币给你，这是旧台币哦，哦，给你。但是迄天吼、哦，有一个人哦，去银行寄钱，寄如假包换纽约银的迄个台币300万。但银行的经理惊一个，我今仔日才发行250万，啊，你哪有300万来随来甲寄？你什么人？伊讲我宋之文的人，宋之文啥人？宋美龄的哥哥啊弟弟吼，啊是行政院长，啊都台北发行的头一天都从外国钱去啊，歪一半，啊买就歪到什么钱程度？40000多块，这大家拢知影，都是40000块，一台面子价值200万，我即摆用50块新台币甲你买。就解决了，啊！我得50块钱，都面子买几，过了100块买两台，所以，哎、欸，这个代志哦，蒋介石乌去了，乌去讲，嗯，这个印钞票袂歹，所以伫中国都印一个物件，叫做金元券，这张钞票甲金嘛。同款重要，甲金啊同款有价值。恁家的金啊，若无摕出来哦，甲你枪毙。所以中国人受到蒋介石的恐吓，专家黄金摕出来，啊，黄金摕出来，啊，就走一支国库。但是蒋介石要走路的时阵哦，去上海甲迄款黄金哦，拢通摸出来，变作伊私人的财产。爱要运去倒位，迄阵台湾要袂沉落，海南岛嘛要袂沉落去。你想伊会运倒位？伊来运来台湾袂？咱用个卡头有想啦。台湾迄个时阵，1949年同款危险啦。你要甲你的黄金拢甲囥来，囥喺台湾，无可能啦。哦，结果这项代志吼。有一个船员买酒去用掠去黑小岛，啊！伫黑小岛，我一个同学伫黑小岛内底，伊就讲，伊就是迄台船，迄台船的舰长李玉玺，阿黑员蒋经国，船开去菲律宾，行，啊，创啥代志唔知啊，大概都是讲黄金落去，哦，啊，剩的再载来台湾，啊，但是过几年。陈思孟，我听一篇陈思孟的演讲。陈思孟讲，伊去新店去迄个金库看到真多，迄、那个
金盾、金牌，哦，在这个在这个新店的金库内底，安尼是不是黄金？黄金是999的，迄种黄金随化解随都卖出去啊嘛，哦，随知影迄个计小偌济嘛？啊，你这个金牌、金盾、哦、金杯、金杯，你要安怎算？那么画来画去，大家拢在画，那有时间画，迄个有来台湾啦，哦，所以这个黄金吼，无可能有来台湾啦，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那人讲这个台湾的经济复兴是因为有一罐黄金，哦，你该讲迄胡说八道。台湾有通经济复兴，是因为日本人在台湾。的工业，让我们台湾人会向机械顶顶新式的这个的生产，拢会向。所以你要伫车床，吼、哦，台北有、台中有、高雄嘛有，拢会使啊。要车螺丝，要创啥，拢会用做啊。哦，这是台湾，所以这黄金的谎言。啊，所以嘛讲，台湾人是中国人。这胡说八道，哦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哦，啊，尽量矮化台湾，啊，来往过对台湾的母语来创伤，就是讲你讲台湾话吼爱罚钱，哦，所以真侪台湾人都袂晓讲台湾的母语，哦，哦，哎，啊，丑化台湾人，这电视内底吼。一般台湾人诶吼，拢扮夏女啦。啊，其实夏女应该是拢中国人。哦，中国人吼唔捌字哦，字字捌的时阵吼，中国人捌字的程度吼，捌字是3%的人捌字，啊，台湾人捌字是70%。啊，那台湾人奈捌字70%，因为日本人伫教育台湾的时阵。规定台湾人拢爱去国民学校读书，所以100%的囡仔大家拢捌字。啊，老先生有诶无去读书，才70%。啊，中国人读书是安怎？是因为伊是即个厝诶有钱，去私塾读书爱交钱嘛，啊要交钱去读书。到3%的人，哦，所以中国人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哦，所以这派来台湾的迄条、迄条兵啊，哦，99.9%哦，拢唔捌字，啊，叫迄条唔捌字的来管捌字的，啊，我就常常在讲，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，姓转，转播的转呐。我都奇怪，我都问伊讲：“啊，恁那姓转，那中国姓都无姓，即转播的转啊？韩国人都有姓转嘛？全斗焕哈？”伊讲：“因阿叔姓金啦，啊，恁阿叔姓金，啊，恁那姓转。”伊讲：“啊，都中国的户籍员工加2点减2点同款。”所以你看卖，叫我即落唔捌字的吼来做户籍员。这就是中国的对台湾的迄个伤害，哦，这个吼，哦，金日成的葬礼，蒋介石的葬礼吼，这个免讲吼，一个这尼国人的家，尼是尼加拉瓜，因为我不去尼加拉瓜哦，去遐辅导因遐的中小企业，啊，就一个职员就甲讲，看起迄个面都是印第安人的脸，哦，伊讲 I went home last month， 伊讲我德国叫我回去厝诶，哦，回家了，我讲 Where is your home？ 哦，80%-90%是我迄个印第安人咧，伊讲伊讲 Spain， 伊讲伊去 Spain 西班牙了。我
讲，你80%都拢是原住民，拢是迄落印第安人啊！你的厝在 Spain， 你的老家是 Spain， 是西班牙，跑个派去嘛？接着去裸化教育去嘛？伊唔知伊家己是原住民啦、啊。这个台湾怎啊？卖笑别人哦，咱一寡台湾人也是同款安尼哦。哦，想讲伊是中国人咧，哦，同款。哦，咱台湾真侪名，哦，商店的名称，什么湘菜馆、粤菜馆，迄我拢买入去。那迄个台菜馆，我都买入去，我甘愿咧。哦，所以我那有一个湘菜馆。那么像什么粤菜馆，哦，你要吃粤菜，你去吃啦。我不爱吃，我要吃台菜。哦，就你即马注意看卖，渐渐即个湘菜、粤菜吼，即个物件吼，那安尼个鼓吹落去，伊个生意自然会较歹。哦，商店的名称啊，我定了坐巴士，为台北车道坐到阮家，啊，得算哦。有几间有台湾意识的，有几间有迄个罗勒意识的。以前算吼，什么中国石油啊，这种中国意识的吼，什么话真多，是十个中国意识，啊，七个台湾意识，啊，台湾意识，比如讲，中华肉丸，吼，台南大米，吼，这种有地方名称。这是台湾意识，啊，甲中国意识来比较。但是2004年了后，啊，变执政过了后，哇，这局势都变个。有台湾意识较悬10个，有中国意识6-7个。啊，恁即马甲注意看，恁若要去食餐厅吼，你爱选择有台湾意识入去食，无要紧。吼，啊，有中国意识。下面一点啦，虚构历史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民族救星的真相，这爱讲起来，这个蒋介石去日本读军校，无毕业，听讲有去洗马，啊，转去生一个囡仔。叫做蒋纬国啊，蒋纬国买就无承认因老爸是蒋经国、蒋介石，对无？这大家知影嘛？伊讲他不姓蒋嘛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唔知甲代际讨论什么乱七八糟，生一个囡仔出来啊，买就这个拄好蒋介石、哦，所以这蒋介石第二个囝叫做蒋纬国、哦、啊，这款的情形，蒋介石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孙中山有讲一句话：“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”嘿，不听过这句话的人，小可举手的。哦，哇，真侪人，不是干那我在讲的。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都是孙中山讲。啊，那孙中山在讲这句话，因为苏联列宁革命。1917年成功，伊掌握了苏联。啊，苏联的时阵过两年，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。伊讲这共产主义真好个主意，要甲这个共产主义推广去全世界，让全世界受到殖民统治的所在翻身。啊，有成功无？真成功。10几个国家变成共产国家，啊！即马讲在中国的部分，在中国的部分哦，伊就看孙中山袂歹，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好，我予你20000名的军事装备、飞机、大炮、弹药、新饷，哦，甲你装备两个师，哦，啊，设立黄埔军校。黄埔军校想出钱，
苏联啦。哦，所以黄埔军校出来将官吼，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嘛。这原因都在吃嘛，因为讲啊，之前说这苏联提钱出来，苏联提钱出来，往过欧洲式的这个。澳洲式的这个军事教育，和这个在中国内战吼乱七八糟的所在吼，一声蒋介石的部队，哎，为广州都拍到南京去，拍到南京了后，蒋介石吼野心大个，把温林当作守林处理，恩将仇报了。伊无想讲，伊是黄埔军校给栽培出来，伊专落去清党，清党知影无？清算共产党，台共产党，啊，共产党给你扶持扶起来，啊，你再来台共产党，啊，所以中国内乱，相当有理由对这条那尔啦，无应该是，应该真和平得着嘛吼。你要共产主义也好，要共三民主义也好，那对人民有利就好啊！啊，都野心大，清党，所以这个民族救星吼，恁都知影讲这句话吼是唔对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户籍制度是分化的退缩，这个户籍的制度吼，这个中国人。甲台湾人结婚生一个囡仔，啊！即中国人山东人，啊！生迄个囡仔，迄、那个户籍什么籍？山东籍嘛。啊！即、这个囡仔大汉了，二十岁啊，伊走去中国，伊讲我是山东人，人拢甲笑讲你这带包啊，无甲一个承认伊是山东人嘛？哦，这就是，这就是甲你分化，一条工吼，要甲台湾的。这个民族吼，甲、哦、你分做外省的人数较侪，啊！但是我跳上去做一个统计，到底1949年到个1952年汉奸已经爆发了后吼，即、哦、有一个抗战，中国上来偌侪人来台湾？1945年的时阵吼。日本投降了后，有一个算法，台湾人600万人，啊，中国派来的人有几万。阮迄阵细汉的时阵，拢听到60万大军呐、啊，对不？60万大军嘛，啊，无讲70万，啊，无讲40万，讲60万。啊，60万都是包括囡仔、查某、大伯、老的、少年，加起来个60万。无够60万，他叫做60万大军嘛。那中国人的话，哪会信的吼？下面嘛会吃的嘛。所以你就知讲无够60万。啊，我看统计数字来对，中兴大学有一个统计就是讲60万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学者统计讲90万。啊，咱就相信伊90万。但是吼、哦，嘛有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头壳歹去台湾人讲。蒋介石带了200万精英，哇哥嘞！那我下面200万精英，迄就是林洋硬在讲的，在讲在讲些笑话嘞吼，我都在拍人家马屁。200万精英，啊，今晚这200万全掉掉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今晚 people on Taiwan 和 people off Taiwan 吼、哦，爱创为清楚。啊，咱这个汉民族，落华的汉民族，甲儒家就是孔子，甲通敌这的关系，哦，这个就是讲，这汉民族来做奴隶，来做268年，搁做啊欢喜个，哦，来安尼，或领导无够1%的人管，哦，这原因爱解说清楚。这个清楚的原因就是讲哦，你读个缅甸人，干那读一本书，
这本书叫做《四书五经》，读这本书，参加科举制度，都可以升官发财，为秀才孤林进书，节节高升，升官发财，给你一条路上升官发财。所以汉民族的头壳哦，全拢对晒，伊都对四书五经。无甲一个人吼、哦，怀疑地球是圆的啦。澳洲人来甲台湾，甲台湾叫做 Formosa， 1557年16世纪来甲台湾，甲叫 Formosa。汉人来台湾哦，甲台湾号20-30个名，30-40个名，无甲一个名同款。安尼，因为汉人唔知经度纬度。唔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哦，啊，讲者上简单，郑和下西洋，啊，西洋是在多，是南洋嘛，因为伊敢若会晓分东甲西南尔，啊，唔是东就是西，啊，东就是日本迄边叫东洋，啊，南边无管啦，迄边另外迄边就是西洋啊啦，吼，即个即汉民族不会进步，就是。你干那读这四书五经都好，啊，读四书五经过来，人都变做这款人情形，袂晓变巧，所以汉民族头壳空空，哦，啊，空空的头壳，对统治者真好咧，恁即个阿空的，哦，大空、二空，啊，都即、這个，所以即个哦，统治者加上儒学。四书五经加上科举制度，制造出来都是奴隶的社会。啊，即马伫台湾嘛是赶快要甲你制造奴隶哦。迄个联合招生要赶快一个题目一本书，哦，一个迄教科书啊，你都读这教科书就好啊。我上最后咧竞两本三本，啊，你读个你都袂变巧啊。头壳大家拢死到了，所以为什么留下的人回来头壳较活活泼？为什么明治维新哦爱派人去澳洲去学这西方的迄技术回来？为什么明治维新的时阵甲汉医吼、哦、免用汉医啊？哦，一定啦，新的医生。绝对爱用西医，这拢是有原因的啦，吼，就是这个科举通底价加儒学加科举制度，哦，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哦，有因果轮回，哦，你前世哦是做将军的，还是做奴隶，哦，哦，这有一挂代志啦，吼，大家要注意，咱台湾人吼。有一挂民族英雄，即马来念出来，予大家知影讲，咱有民族英雄，哦，咱的民族英雄，荷兰时代计怀疑，哦，伊控了荷兰，啊，晚清的时阵哦，朱一贵、林松文、戴调春，哦，这是伫荷兰时，伫清朝的时阵，日本时代。这个北部吼、哦、甘大西，中部瓜剃后，南部林小鸟，这叫做控制三脉。哦，一只西，一只后，一只鸟。哦，控制三脉。哦，咱还知影讲，这是咱的民族英雄。哦哦，啊，客家人嘛有哦，哦，吴汤兴、徐香。江少主这三个，哦，啊，西莱恩事件吼，西莱恩事件阁叫做大巴尼事件，哦，发生伫台南的玉子这个所在。咱的民族英雄是余清风、罗俊、江丁，哦，啊，最近真流行的就讲武侠事件、莫那鲁道，哦，金武水这。他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、哦、来
组织一个文化协会，往过写往过笔的，哦，来抗日，哦，啊，还有好兄弟，什么叫做好兄弟？哦，咱来讲讲较详细。好兄弟哦，咱踮咧路边，定来用看到安尼安尼细间啊庙。哦，叫做幽燕宫、大王宫、八喜爷，恁捌看过无？哦，有啦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当时在即个所在死一堆人。你若死一个人，我无要甲你起一间庙啦。哦，你死一堆人，啊，甲你挖一窟，甲你抬落去，叫做八喜宫，百姓。都百个姓，就是可能有二十个姓、五十个姓、一百个姓，吼、哦，无同款的人，百姓公，啊，嘛叫做幽燕公，哦，啊，你该幽求必应，哦，即挂人是虾米人？即挂人伫清朝的时阵是控清的，即个台湾人，叫满清政府台死，啊，死得敢唔甲你叫？无甲你捡嘛，啊！都装卡装尾，一个人甲捡起来，啊！甲创一个墓，叫做幽燕宫、大王宫、八喜爷，哦，这都是叫做好兄弟啦。其实这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。但是回国讲倒转来，即个好兄弟毋是乖乖去啊，遐去用抬的吼，伊嘛甲满清去抬。啊，甲满清是甲啥人抬？甲我满清的一挂鸟爸啊抬。啊，那鸟爸啊去用抬死，叫做啥物名？叫做移民。因为满清政府讲，异形可嘉，甲你起一根庙，迄叫做移民。啊，有的人讲，安尼，你都欺负我们客家人呢？我们客家人拢嘛爱。爱移民的，嘿，是的哦。移民吼、哦，要做台干的吼、哦，唔只干啊客家人要做移民，伊要做台干。泉州人嘛有，在鹿港有一个泉州的移民庙，在即个嘉义嘛有，哦，在山顶原住民嘛有，伊那都甲你区别你啥物？你我满清为满清死去的人，我都甲你做。坐标嘛、哦，所以好兄弟就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，哦，啊，这个移民哦是不义之民，哦，啊，你知影嘉义安怎这个名安怎来？嘉义本来是叫做德罗，在林松文抗清的时候哦，有一对泉州人哦。去用西龙，伊讲迄是漳州人去抬恁泉州人，啊，所以泉州人就退满清政府去抬，啊，去用抬死啊，是安怎？啊，乾隆皇帝讲异形可嘉，所以甲这地名改做嘉义。所以咱有时执政的时阵哦，这嘉义的名称哦，听起来是唔对啦，都互因当地的人看要改名无？改做较正确的名就对了，异形不可嘉的代志，莫从、哦。所以咱台湾民族，台湾民族的形成，哦、所以咱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无共款。第一，咱甲本地即个查某来结婚来生囡仔。所以咱85%的咱的血是有平埔族的血统，这是台湾民族的形成了吼。咱这个1970年有数理署赐奖案，咱有一个江苏叫做丁祖宅，就是数理署赐奖案第一个。提升安尼，为蒋经国个段落，
断无着啦，真可惜，断无着哈。即、这个咱在咱的身躯向往个烙印，烙印吼，就往迄个烧。第一，咱的文字台语爱恢复起来吼，人荷兰人来个台湾，随人迄度量大，迄文化较悬的所在转吼，吼、哦，恁在讲这话吼，新疆人替恁写文字，恁无文字，替恁写文字。所以写马太福音哦，就新疆文哦，新疆文荷兰人造了后两百年，还阁在用新疆文呢。土地的买卖、厝的买卖，还阁用个新疆文在做，在用个写呢。迄就是这个西方世界哦，伊去到一个所在，专家去当地的人教育哦，啊，同款。同款，这情形发生在菲律宾、越南、印尼，拢同款。恁的无文字，我就教恁；恁的文字，我教你。哦，这甲中国人无同款。中国人讲，你讲台湾话，这闽南话，你甲你消灭。哦，这有一个世界上巧的民族，台湾民族。那台湾民族世界上巧。干么样？嘿，我伫2005年写书的时阵哦，提2004年美国迄个专利局发表的证件，迄阵美国拢总有80,000件的迄个专利 OK 哦，美国人第一名，第二名日本人16,000件。第三名德国人9,000件，第四名台湾人4,000件。但是我的算法不一样，咱用个人口数来给算落去，美国人每300个人都有1件，咱台湾人276件，第二名，日本人在咱后边，咱差美国10%，哦，咱是第二名。但是啊，咱台湾人是用汉文的，不是用英语的。那台湾人用英语的时候，咱绝对是第一名。哦，所以你即马捕捉注意看，那迄落有关迄个科学的迄个新的迄个专利吼，哦，迄创造哦，拢是台湾人。所以台湾人世界上巧，无定答。啊，那台湾人世界上巧。因为咱台湾人是一个混血民族，哦，咱有真多元的混血，哦。二礼拜的原因，第一，落后的中国人来，伊无守法律，伊教育得加因八字的3%，咱八字70%，哦，啊，因不守法律。伊阁炸来一挂礼物，伊个礼物是啥物？咱台湾已经法定传染病已经绝迹个霍乱疟疾、伤寒，拢总甲你炸入来。我伫小学2年个时阵，哇，看到中国人后迄个马脸呢，看者惊啊，拢是中国人。你台湾人哦，咱细汉个时阵拢爱做牛斗。不管你安怎，拢有迄个胃，咱台湾人较健康，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原因哦，落后的人来管先进的台湾人，会产生一挂代志，啊，伊也阁有刻意要挑工，要杀死你精英 top 3%的人，做一挂甲你杀死，啊，你都无法度反抗，所以确实咱的 top 的人向杀死一堆。阿妈都讲西方强盛的理由，西方奈赢东方，哦，西方因为伫1517年，哦，本来迄个时阵哦是宗教凌驾一切制度的顶头，
但是迄阵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，伊起来宗教革命。宗教革命，伊甲教皇讲：“你犯的迄个赎罪券，迄个赎罪券哦，哪有迄个假先的嘛？那我讲，甲你买10万块新台币赎罪券，你都有法度消灭你的罪，10万块在天庭的顶头。即个咱台湾人伫烧金纸同款，你烧金纸是在骗啥人？”烧金纸、烧银纸，毋知骗啥人，骗鬼啦！敢有安尼烧金纸，敢会通？人迄阵烧摕新台币安尼18个，还是美金18个吼？安尼摕去互教皇吼，安都甲你下罪咧。哦，啊，教皇会使甲上帝通咧吼？啊，安尼都不人都该伊啰马丁路德都该改变。啊，迄、那个改变了，会使讲地球是圆的啊。我本来你若讲地球圆的吼，嘿，你这个人哦，头壳有问题哦。啊，你甲上帝囥下多，无位当去。啊，地球个晒太阳，哎、欸，也较厉害。我这个哦，爱无掠去枪毙那会使。哦，但是因为西方有宗教改革了后，印度思想自由。思想自由，人会使自由去想，哦，所以伊有迄个文艺复兴，哦，有工业革命，哦，种种就一步一步地头前去进去。啊，汉民族呢，嘿，歹势，也搁得儒家思想，哦，啊，这儒家思想哦，和一挂汉人头壳空空。敢若会晓做孔子的学生啦，尔日本人来统治台湾，头前一项代志就是先甲一个孔庙，伫即马咱的迄个一路中，甲电话院遐有一个孔子庙，起好17年，咱两个听先生，即落物件无效，孔子即落物件无效，要就后藤新平来台湾。嘿，那看台湾人吼、哦，这么歹处理吼、哦，嘿，啊，他去研究一本书叫做《台湾旧惯调查》，旧的习惯的调查，他知讲，哦，控制遐伟大，哦，是控制人民的上好的武器，啊，但是要临时搁去起孔庙吼，不好意思，哦，你著甲头前的迄个总督的献水会，算咯、哦。通过别项的物件代替，啊，过到个1925年吼，才叫郭文龄去大龙峰起一孔庙，啊，即嘛通过孔子来给你啊，哦，哎，这就是中国文化，哦，上后壁咱来讲红门天地会，红门天地会是啥物？这个吼、哦、是这个陈英华哦，这个是军师啦吼、哦，设计一个物件，伊用过摕这块杯啊，哦，这块杯啊要安怎摕法？这杯啊摕出来，你就知道我是红门的人，安怎看？啊，镜头啊，对，食指扣在这里。啊，我那是大哥啊，我囥在遮。啊，我那个咧阿子，按吼，按握手了吼，阿手吼，我安尼囥吼，个咧按，我就传递讲我是红门的人，拢无讲。啊，我食下骹吼，有几啊种东西吼、哦，在即个地点啊，迄阵的地点啊，毋是即马讲地点啊，是迄个色情的场所，迄地点啊，就是要食饭的所在啦吼、哦。布阵，在即个地盘内底，外口一块杯啊，内底一块杯啊，安尼是啥意思？
答案我从何里看？这个布阵是安尼吼，有无吼？破阵，你都把这块布啊放下来吃，吼、哦，这叫做牧羊阵。啊，大爱国讲什么呢？噶，把这块放喺外口，给提来来对吼。伊就讲吼，牧羊城内是乾坤，牧羊城内是乾坤呐、啊。义气专凭一点红，今日异乡来叩门，卖甲红英动外人。你放喺外口是外人嘛？我甲你放喺内底去个。啊，你哪会样放？你红门嘅人。所以咱伫清朝嘅时阵吼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吼，拢伫抗清哦，即、這个方法。我搁创第二个，互你看。一个是水，清水；一个是茶，啊，要怎处理？我讲吼，答案就是茶加，互你看。甲这个清水吼泼起上，泼了清水到红茶。红门就是红啊，变变红红茶啦，吼、哦，啊就爱念诗，啊念一句吼，破、哦、了清水换红茶，到处大位是红咖，知情另外来去啉，相逢不用说饮料，这吼、哦，这江湖吼、哦，就是在用个这俗语，这是江湖的俗语。这下一地多啊！我哪有这款资料？这一本书吼、哦，叫做《海对》。郑成功的囝、的孙郑克爽，满清的军队要入来时哦，伊把这个鸿门天地会的这个物件资料吼、哦，拢总收一个铁桶来对吼，来包好后，来等咧海落去。啊，怎么就沉咧海对落去？过一百多年，去予福建一个渔民给捞起来，啊，这是啥物件？哦，原来就是红门的规章，所以这本书叫做《海对》，就是写一挂条件。啊，这个红门的这个咱们台湾开始有这款的，把这个物件全传去中国，啊，中国开始。在传海外，啊，传去孙中山遐，就是红楼梦，哦，成立兴中会，迄都是红门机构的一种，哦，啊，再来反清，哦，所以你就知讲，咱红门天地会是咱台湾人发明的，哦，啊，红门也佫另外一个帮派叫做青帮，啊，对，听迄名就知讲，迄是晚清的。晚清的迄个帮哦帮派，啊，这个蒋介石对青帮的人，即马台湾真侪将军拢是青帮的人。好，安尼今日讲到这，安尼好，谢谢。起立，起立。啊，搁刷落去哦。